吓唬我。哎呦，哟，你别看你小，你脾气不小。这匹小马不气事，在这个大洋马面前非常的狂躁，性格非常张烈。你看，他们这是什么感受？马小脾气不小，也走了。哎，你心忙了还？又过来了。这个马小，我脾气不小。那是你是弄来咋事了的？马被主人逮到，他就老实了。这个马脾气挺那个。这马得多少钱，师傅？你牵这个马？八千多。这马脾气刚烈，大小都不怕。